来，我看你是不是我那盘菜呀？你说是不是？你再看不中我，我再看不中你，咱俩在块都是过不也憋了吧屈的吗？人干啥不都得开开心心的吗？你不管你岁数大岁数小，就像你们现在找对象，我不也是吗？你就说呢，你给我金山，你这人不能啊，你不也不白搭吗？我跟你这个钱过呀，我还是跟你这个人过呀？我俩一人拿七颗龙搁苞米，他都撵不上我，要不试试？摸过，我可不摸过。一般摸过人跟我干活都干不了，我干活仨了。我一个盯他俩，这人来皮不顺眼的，你不给他饭吃，他都不会要。你外人要真薅了这一声，你说你去下去，别上桌子，那他妈溜他就走。换句话来说，这不就当妈的吗？就天下有狠心的儿女，哪有狠心的妈呀？长得怎么也得，稍微帅一点啊，帅一点，帅一点啊，这个岁数的还要求帅、啊？那对啊。会有那句话吗？媳妇儿说媳妇儿说胖的，吃饺子吃烫的。那个。咱不管聊不了解，你俩这是我见过最远的相亲距离了。一个从炕这头，一个从炕那头，你就不管说今天成不成，你俩是往那一起坐坐。这房是租的，我有农村有房子，反正我那个卖了，完我上街里来打工，住着不方便吗？现在在蛟河打啥工呢？就在各种洗浴了，打保洁，也就俩打零工。咱就一直种地了，跟着秋收啊，就是一年一年的就这样。种完地了，他没了，他去世了，然后我就出来打工了。他是一五年有病就走了，他就是癌症，胃癌，当时那几年也没少花，连吃药加住院，也得有十多万。就是今年，我一寻思，女儿以后走了就剩我自己了，就是好像没有说话的了都。娘俩的时候，平时唠嗑的时候说没说过，就是姑娘说没说想让你找个啥样，或者是你自己想找个啥样的？我想找一个心地善良一点的。心地啊，就是通情达理的，比我大两岁大四岁都行，他就老实憨厚。哎呀，这家放啥歌呢？这是关你哎呀，这干啥呢？这是给你讲呗，咱先关了，听不清啊。长中山长大哥是不是？是我是洪江孙倩，办农家乐呢吗？你想跳舞啥的是吧？活鱼炖活鱼，一般旅游的上顶是吧？就咱这块是你办个农家乐是不是？咱这水库的山顶院儿咋不收拾收拾呢？我不在家住啊，夏天呢。那在哪儿住啊？在那水库啊。啊，就是整个的一夏天都在那个水库住，都在水库。完了冬天的时候才回来，冬天回来。园儿啥的种不种？那边是不是种菜了？那边也种了。那边种菜了，所以这园子也不咋种。那这儿就属于冬天回来呗。那冬天回来，对。冬天在这儿住，完夏天上水库住去了。对。咱车还挺全呀，我一瞅，手推车，我看那个是面包车，那是拖拉机。这门口那个354也是咱家的吗？这都是这院里这都。这院这里还有个车呢。那里还有。咋整这么全乎的车？那用哪个开哪个呗，是吧？这个就来回，比如说上哪嘎达溜达啥的就骑着了，是不是？那个是卖鱼用的，这个没啥事上水库啥的骑个自行车的。我小母电动车啥的了，对，一看就过日子人啊。行吧，走，来，行吧。两个小妞子啥的。零五八哥，你问他一好，他就说。我不上那当了，我上次有个大姐也。不是你上跟前问去。还小白兔白又白，我跟他问半天都不搭理我。你问问他去。哪个？你说，让你俩说就行。妈呀，这个八哥是真八哥啊。知道知道，你说进屋走，来来进屋，来来你们先进屋来。你这一瞅啊，这块确实是不咋住哈。我夏天在水库住，冬天这我刚回来一个礼拜，我还进屋来来来。哎呀，特意准备的水果。我先上街买的，这嘎没有。大哥这太有心了。哎呀，但是一瞅了，这屋真是平时一瞅真。这个吧，你们不来，我今天就上蛟河市里买家具去了。那个炕琴，这个穿衣柜，完这个一个条柜搁电视的。平时的时候在那屋住是不是？我两屋都住。但是这一个人的日子过得有点太简单了。那简单咋整啊？一个人啊，没有做饭的，寻思就找个做饭的嘛，是吧？啊，走，不咱咋走啊？你骑摩托是不是？不用骑摩托，我开车拉你们，走吧，上车。上车，上车，那有凳子，坐凳子哈。屋看看。啊，这块这夏天的时候得老好看了。哎，夏天的。到夏天的时候，你就真扎成那个圈哈。嗯，钓钓鱼，钓钓鱼多好，这环境多好啊！这看这不，这不现在我搬回去了，到底没样了。你看这不，哎呀妈呀，这烂糟咋整啊？这鱼塘，这不是鱼塘吗？这么大的鱼塘，这里头现在还有鱼吗？现在没有鱼了，让我都卖了。你啥时候卖的啊？八姐卖的，完现那个鱼塘有鱼，一会儿我带你们上那个鱼塘看。一个鱼塘，两个鱼塘，一共两个鱼塘。嗯，那个比这个大还比这个小？那个比这个小。鱼啊，有鱼，有鱼。帮我扔了我。
录了吗？你看那家跑又按上来了，看见没？这那鱼上岸了，你给录，咔咔一录。咱家这鱼吧，还没有土腥味儿，还不喂饲料。啊。喂豆饼、豆白，可好吃了。他们喂饲料的鱼都6块、7块的，咱这鱼10块钱一斤都供不上外头。那鱼塘是咱自己的还是咱包的？不是别人的，我那个外甥家的。然后你这属于你包的呀？不是，我给他钱他不要，他就是当药白用。人家俺家干过果园，开过豆腐房，养过牛，养过马。我这干了5年，养了5年鱼，没攒钱，没攒钱。为啥呀？一是花销也大。人不说家里有外头有挣钱的搂钱耙，家里有装钱匣吗？这匣没有你咋装？那时候我老父亲有病，那时候有病拉老病金我俩都得我还。俺俩相处了3年，结了婚之后3个月吧就离婚了。这关键他那是他出轨呀、啊、关键呢。原先他是寡妇咱不管，他俩孩子吧，但是我没有孩子，拿他孩子都当个儿孩子一样。再说是吧，你是不给我生吧也行，你好好过呀。他出轨跟以前的帖子不断，我接受不了。我老母亲，我跟我老母亲在一块儿，我老母亲完了这头2年也去世了，剩我一个人了，太孤单，真想找一个，找个农村实在的，实在跟我过日子的。但是你那头那你们跟着往前跟着都跑了，那鱼搁那边都撩了。大哥呀，也不是一回跟我整鱼了，你这鱼在里头待着呢。对，完了给我起吧，撩了啊！哎呀，跑了跑了。鱼有捞不出来的。大哥，我家没有狗呢。大哥，你先进。大哥，没在家吧？大哥，鞋怎么了？哦，还养鸟呢。这大哥你好。喂，大哥，我们到家了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在这就是在喂牛，看牛下崽的玩意儿。看牛下崽，谁家牛要生啊？我那个妹子家的牛要生，我妹夫他妹在家呀。你是帮人接生去了给牛啊？啊，对呀。啊，那你妹家在哪儿啊？不也在这个村吗？你家哥，就你们来高车这个地方往这边走。那你行，那你等我吧，我们现在过去。走吧。对，这种热心不能。接生去了。给牛接生很关键，这种哈就得的牛崽都，就全是这是一年收入，可重要的事了。他就相当于一个人一个劳力打一年工的工钱。大哥。这就是你大哥，往前迎迎啊！这就是你大哥，这就是我大哥呀！这个是行，是我大哥，那也是我大哥，也是你大哥，那是我大哥。刚才我喊是大哥，完他说的，那是你大哥呀！我说也对，是我大哥。这么的，先正式，来，先正式介绍一下的，这个大我大哥叫常中山，常大哥，然后这个是赵凤燕，赵大姐，都是除了大哥就大姐。大哥，握握手或者咋的？哎呀，大哥，不是，大哥没来得及换衣服。我本来我就嘱咐着，不用换，我就换衣服。完，大哥就是没来得及呢。这谁家下牛下崽啊？我妹子家的牛，就那屋里那个，他要趴着下崽，就我就帮接生。你还会接生？会，我会接生，我爸爸兽医，知道不？俺家人养牛前都自己接生。这啥都会呀，这是啊。那大姐都来了，咱回咱自己家行不行？行，走吧。不能马上生，他没趴了吧？是下不了崽儿，趴一下崽儿，看着吧。那这么的，大哥，你骑小摩托车快，你先回家，我跟大姐走得慢，行不行？行。你这么的，你回家先换身衣服。行，换身干净衣服啊。燕园咋样？燕园不行。不是大哥吧，今天吧是干了一天活，没换一身干净衣服。他跟换衣服没关系。就是我还没看到影呢，我就看到这扑扑拉拉的哈，我就心凉半截了。大哥的院吧，是因为大哥就人家一直没在这住，大哥本来也想吧，就是好好收拾收拾。今天我们要不来，大哥都上交和市里去买新家具去了。也不是院的事儿，也不是屋的事儿，就是人我没想着，就演员就没想着，演员没想着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稀罕啥事的呀？我稀罕就是，1.7米多的大个儿，完了瘦拉的哈，别太胖。那大哥也个儿也跟我也不太胖，但是没演员啊，长得不像我想象的，那我要那种的那个。那你想象成啥样的？你得跟我说清楚。我得相中那要是长得怎么也得，稍微帅一点啊，帅一点，帅一点啊。这个岁数了还要求帅、啊？那对呀、啊。你想不那么心重，个头一点，长得也不富态。你喜欢个高，喜欢富态的感觉。对，富
不有那句话吗？媳妇儿说媳妇儿说胖的，吃饺子吃烫的。那个，咱不管了不了解，你俩这是我见过最远的相亲距离了。你一个从炕这头，一个从炕这头，你就不管说今天成不成，你俩先往那一起坐坐，再这么的再坐一下，要不我们摄像大哥收不进来你俩。呀，对呀，那牛那边还不能离开，也时间太长了。我这也是请假来的，咱们就速战速决吧。行，呀，还是没眼缘啊，是吧？没那缘分呢，是吧？让大哥找的哈，能找到更好的。我也希望你找到，对，合适的。哎，多好！你俩这个官方的那啥。那别耽误大哥了，快牛还在那下崽呢。大哥骑小车去，快点吧！快，牛下崽呢。大姐，哎妈呀，这咋还有只小猪崽呢？大姐，姐，哎呀妈，给你打电话咋不接呢？给你打电话咋不接呢？哎呀，那我没接电话，没吵呢。我家今天有人干活吗？啊，光忙着饭呢。Hello， 哎呀，这做啥饭呢？啊，我给他做个红烧肉。要做个红烧肉啊！妈，我让他上我家来，那农村你都知道，又打麻将又玩的，完了说的啊，你看你上人家那意思拿到家产啥的，你有啥呀？不就几条破牛吗？我都说了，你上家帮我干活，你就是说卖牛，一切的钱我都不要。哎，你说他家那嘎达地什么，再瞅他家吧。哎呀妈，就那喘气，那就那几个破牛，我还没放到眼睛里。哎呀妈，这不行，那不行，不行，那咱俩拉倒，咱也别吵，这也别养。咱俩能交往的就当个朋友交往，不能交往就拉倒。我可那么，反正有微信，他也没跟我唠嗑。我也没跟他唠嗑，你说我开出这些地，我再有这些活计啥，完了你讲话带有他，我还得照顾他，完了我们也没始终也没联系，从俺那回唠完嗑一到现在，我就这一堆话孩儿。现在吧，就像你我似的孩儿，咱俩天说万说也没有用去，最起码的，换句话来说，不是说像年轻人那啥拐子说拐那个拐子词会干，你得来，我看你是不是我那盘菜呀？你说是不是？你再看不中我，我再看不中你，咱俩在一块都是过不也憋了吧屈的吗？人干啥不都得开开心心的吗？你不管你岁数大岁数，就像你们现在找对象，我不也是吗？你就说你给我金山，你这人不能啊，你不也破白搭吗？我跟你这个钱过呀，我还是跟你这个人过呀？你现在不都这么回事吗？这说一千道一万，我看看你这人究竟啥样就完事儿了。行，那我就把大哥带来。那行，看看这个人，他也看看你，看看这个家，好不好？行，你再上我家那算了。听我说，大哥，咱们换身干净衣服。今天吧，那个就是咱上大姐家见面去。因为啥？我不跟你说吗？那个大姐啊，就是今年又抓了20多头猪，不像咱家，你看咱家也没有活物，没有啥的，你知道吧？大姐家实在是扔不下，人大姐在家里面正整猪呢，行不行？完，咱今天我接你上大姐家见面，行行行。那咱得换身衣服，换身衣服。这是刚整干啥去了？我上地了吗？我干活吗？薅秃子了。那可不咋的，刚回来。换身，换把那个干净衣服再换上。我把昨天穿那裤子换上来，衣服上衣就这个就行。还得给大姐买点东西不？咱去，不能空走啊！大哥还挺这个礼数的哈，是吧？东西那不行，把这拿着呗。把哪个？把昨天的先。对呀、啊。那也行，拿那个是吧？行。哎呀，大姐，大哥还挺懂礼数的。那你不能空手去呀？第一次上人家知道别空手。对，那把昨天的拿着吧。对，把昨天拿了来。哎呀，来呗，多这心感呀！哎呀妈呀，这适合你拿。买点水果，拿点水果。大哥说了，说那第一次来不能空手。那这走吧，走吧，给我来，给我吧。这你来的，今后来，别多这心，没有用的啊。尤其吧，我家这个东西吧都不缺，该咋整啊？正式介绍一下的，行，这是常中山常大哥。然后吧，这个大姐的姓比较特殊，你知道吗？正常来说，上次你那节目播了之后，那个观众和领导都说我了。正常你那个姓。就是念踹，然后只不过是你们平时念啥，戳，念戳是不是？人有时候我那个字我也不说，你都管我叫小霞，他比你小，你叫小霞行。行啊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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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那上我家来走吧，啊你回家走吧，看看大姐家这个院儿啊，然后你再看看大姐抓的猪。哎呀妈，可拉倒吧，不大姐呀，生为了生活不用愁，他也是农村的，我也农村的，对，说对了，我也农村的，我也没有车的，啥事没问，这行，瞅哪都行，能干活。农村人，人家这些活在这摆着呢，一个人又没有丈夫，人家喂那些猪，还种四场多地，就是女强人，咱说。我咋感觉你不瞅大哥呢？不行，瞅他哪都不行似的。咋的？你瞅，这咱们这闲唠嗑，你这种就先别唠了。你瞅他走道干啥的都不行似的，你瞅瞅，他没干活呢，干活他都摸过活，他都不带撒那劲儿。要不然你就是说的这么劲，不管咋地，我俩一人拿七颗龙葛苞米，他都撵不上我。要不试试？摸过，我可不摸过。一般摸过人跟我干活都干不了，我干活仨了，我一个盯他俩。花儿那往起提，给你拿个帽子，那
那个师傅，东西边那师傅。不，行吗？不行，快屋来，不行，那就是老埋汰了。我瞅好像干活有点慢吧，这么慢。我一人都盯着那么人俩人干，那咱们不都是吗？这一个人呢，就我这华强房号一厂来的，我都是自个儿整啊。反正也连在家开这残废，看我这家这不有个残废吗？我这咱们都丑话说到头前，你别到时候再你干赶脚到说这不行咋的，我还一个儿子上大学，说我呢能接受我这一切呢？别看我这说话就像快一点是吧？干活毛了点，那你说农村就是一个人。他要是说的摸过我这些活，我撵不出来。我咱们就丑话说到前头，是不是？我因为我跟那个孩子，我对象今年没九年了。我不跟你说吗？我不说话，咱就说到家吗？我也就这一多一块，我家就这情况。那还有姑娘吗？那姑娘要能找回来也行的。我觉得现在我都这岁数了，说个老伴也是这个岁数，下一个三年五年的，你看着，咱说，咱还有那么大孩子，孩子结婚找回来找不了，咱说。是吧？宁可我不找，我不带舍得孩子，我可不带。那你要那么想，那你就自私了。你要是到人家吧，我们也考虑过，当爹妈原先他爹俺们还有他爷爷奶奶俺们活家俺们也说了，你就今晚人家要是真来皮不尊养的，你不给他饭吃他都不会要。你万一要真薅了这一生，你说你去下去，别上桌子，那他妈溜腿就走。换句话来说，这不就当妈的吗？就天下有狠心的儿女，哪有狠心的妈呀？这种地儿呢，你也别说差我儿子，你也别说差我姑娘了。咱俩呢就是拜拜，咱俩就当朋友处得了。对，没有那个就完事儿了，没有那缘分。对，就没那缘分。有缘无分。对，先讲，哎，握手来。行。对于今天的相亲，你有什么想法建议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老铁们，喜欢星空的给个关注，点个赞，下一集继续精彩，咱们回头见。